刚有同学在提议说要不要喝水果茶，他说现在买大送大，买一送一，买一要不要去？结果就有一个人讲说，他是买大送大还是买大送中？哦，好深哦！好，走咯，拜拜。被开了一张3000块的罚单，看这个整个心情都好起来了。记得要拉一点哈。老板记忆力也很好。刚刚有碰到啊。好，谢谢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哦，会不会很烫？加油，进来正，来来来，好喝，都冻了，好喝哎。这边还没有那么夸张，但家真的还蛮不错吃。麻烦你们凉面是真的厉害吗？真的厉害，我们家的酱是我们家自己做的手工酱。在帮我介绍客人哦，三六都在里面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玩得愉快，拜。谢谢。它叫什么？元帅炸鸡。元帅炸鸡，现炸鸡翅，超好吃的，看起来还没吃啊，看起来，吃一口啊。有排队的必要，真的。讲解一下，刚刚第一碗，现在第二碗，小口一点，反正烫。我不是不咖啡，我是说是刚鱼丸子。三份小辣，都要吃还是不切？都要吃，不切比较好吃。不切比较好吃啊，老板说不切比较好吃哎。好，那不切，都不切，切一份好了。那两个切一个不切。一看就知道很好吃。是啊，没有吃过。没有，没吃过。你从哪里来的？台北。台北啊，不错。慕名而来。谢谢谢谢。哇，怎么会讲？好会讲哦。你叫他辣。哎，真的太好吃了啦。啊，你没有先吃啊？好，好，超级好吃。帮你拿。我不会被你偷吃的。不会。对，老板随便做吗？对，好，谢谢。腰羹就是要炒到很香。身为云林人，云林北港生炒鸭肉羹，你们应该都知道吧？这是我家乡菜。我到每个地方一定要 check 一下。经过我的舌尖，才可以去。哦，不错，这很甜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吃一口，嗯，因为他讲的蛮好吃的，没有，嗯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真的，你跟我一样四年看不熟。没有啦，我不能喝冰块啦。哦，身为一个补习班老师，怎么可以吃冰块？它会使我的喉咙缩起来，是不是？身为一个台北的名师，是不是？
感觉他们煎枕头特别有。对，因为它的肉多啊，汁巧啊。好了，这个烟这么的旺，不来光顾一下，感觉好像很可惜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老板，这是打香肠吗？还是可以啊，那个可以。是他一次20。好，这是有技巧。喊口号。一二三，香肠。香肠。哇！耶、yeah ！谢谢老板。谢谢。金城夜市赞。这是我们逛的第二间夜市了。原来我们不用跑到金城夜市去那么远，在展雅附近就有了，不用花3000块啊！不行。我要留8000块给你家手拿去，8000，大我的话，才留，啊，这要给他寄钱，这红烧通道，这要钱的，然后几啊5500，加几啊5000，加几啊5000，来，这2个人拢免先给钱，先拿200，来买200，这全部送你啊，拢无啊，来3个人给买上200块拢无，来包括你们3个拢没有，3个拢没有，全部没有了。哎，那是露营还是去上？啊，露营。露营啊！你敢让关这边吗？用我这边，阿爸关这边。好吧。可以让关这边。我是台北来算哦，台北。来是在露营啊。啊，无来来来家算。哎，喜欢跟边啊搞哦，来上面就几啊。台北。这只几啊？我想看卖啊。这只过来，3个人可以吃2只。等下啊，我袂休困啊，上新开新鸟，真正了钱哦。这两只够3只，你500块，包地客我，你得袂到500块，你怎啊欢喜了啊？最后一届啊，休困啊啦，500块拢我行啊。你别怕死，无你买3只乌龟给500块啊，2只就惊死人啊！今仔我来讲，恁爸今仔生理歹，恁人家上大，这2只卖你500块，你来外口买着，恁爸规台挂牌台货才卖1块。来，我这只搁送你，来3只哦，来开500了啊，来包地给我，还搁一个，最后一个上尾也装包我。不要没有了，这2个先啊，这2个先啊，我反正赔钱啊，不要再拿钱了，这个跟那个先啊，我搁赔钱拢无啊。厉害，超厉害，有够厉害，有够会讲，有够会卖，我都觉得我口才很好了，天哪！他在很快，很好笑。来5百，你好5百好啊，我5百好啊，我5百，你敢5百好啊，我就敢好你啦，来这2个5百啦，无啦，这都拢送你啦。好厉害，你若5百伫外口买，着我后壁在火车卖1块。200块嘞，听到200块去了。哦，我也要过去。老师，你今天可以买18只乌骨鸡哦。我想哭。哎，那个鸡真的也太便宜了吧！一只300，500块哟，一只鸡。而且还有鲍鱼，它是乌骨鸡加鲍鱼。对啊。梦哎，太扯了。真的不知道这里有夜市。开上高速公路被罚了3000，才知道这里有夜市。开心啊，我们就喜欢开高速公路给人家罚3000，怎样？爽！这也太有趣了吧！这怎么干湿分离？怎么尾巴？这怎么空的？怎么会这样？天哪，也太有趣了吧！睡觉前来点这种活动，真的是。非常的好玩，等一下洗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可能要这样。现在时间是29号的凌晨1点，忙到现在也该睡了。明天早上8点半要起床吃早餐，该休息喽。你刚刚在踏你的第一脚刹车再重一点点，太轻了，所以导致你刹车一直停不太下来。第一脚可以再重一点，你感觉到稍微有点锁死，你再放掉都没关系。好 ，OK。OK。
重一点。来，踩油门。OK。踩油门，踩油门，右脚对。